我有哥哥，你没有，这就是任性的理由。无聊又厌烦呢，过时的成年人世界。怎么办？我开始失控了。最恐怖的生物，明明是人类，做守护你的连任，撕裂按键。成年人的世界才是最可怕的。答应我，别在飞廉的攻击范围徘徊，他太冲动。大叔的朋友当然也是大叔了。多么痛恨哥哥的失约，就有多么思念他。飞廉很兴奋，飞廉认为自己可以一挑五。哥哥，如果不能深切感受到自己活着，存在有什么意义？哥哥不在的时候，看到了修罗场。好的，队长。是的，队长。即使哥哥失约，我也只能选择原谅你。讲道理，有哥哥罩的小疯子简直不讲道理。经历过绝望吗？警报，开大警报！快，看我真诚的眼神，再替你的生命倒计时。来玩生存游戏吧，很酷的。你来出演，生无可恋。没有哥哥的人群那么孤独。你的遗言又长又无聊，需要来段利落的总结。请开始你的表演，因为我也要开始了。全场醒目担当。如果拒绝队长，飞廉会瑟瑟发抖。啊，谁偷吃了哥哥给我做的晚餐，剩下的全是草。这开玩笑吗？稳住，你们能赢才怪。